太子殿下，不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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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藏书阁，藏书阁着火了，着火了！这藏书阁怎么会着火呀？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快快！哎呀，快走快走！快快快！过来，阁内有没有人？梁学子、沈学子在里面呢。什么什么？那不快救人！快去救人呐！快快！快去救人呐！快去呀！杨学子，没事吧？沈学子，杨学子、沈学子伤着没有啊？啊！这么大火，你们还在里面干什么？杨子安，杨子安，救我的时候受伤了！啊！快快快，快送房间去！藏书阁着火，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脱离干系吧。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只是在藏书阁打扫。嗯嗯，这也许是自然之力引起的火灾吧。此事莫要深究了。助教也不要一味地责怪杨学子他们。是殿下。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本太子也应回宫了。恭送太子殿下。嗯。快走吧。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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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宫。快去找一宫。沈学子。你也不要忙了，我看完杨学子马上为你检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只是皮外伤，不用检查。蝶依，幸好你没有什么事，要是有个万一，我想想就好吧。要能早点发现的话，蝶依和子安就不会受伤了。我们走吧。蝶依、子安，早些休息。对对对，你们快先回去，这里有我陪着蝶依就好了。嗯。等等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回去休息吧。蝶依，你确定？嗯，放心吧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你手上伤还是要擦点药，再小的伤也是伤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回去吧。杨学子，我已经给你的后背处理过了，半个时辰后包扎即可。多谢医工。沈学子，如无大碍。一会儿就劳烦你为杨学子包扎吧。啊，我给他包扎？啊，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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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就好了。劳烦一工。不要一直走来走去。哦，好了，不走了，不走。时辰到了，过来给我包扎。哦，好。真是让人不得安生。啊，对不起。过来包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干什么？包扎啊。药呢？哦，对对对。
不包了吗？包包来，包包子，来来来，包包包，包包。真是混球，应该这么包。还是我来帮你抱吧。请问这位沈学子，你还在我身上坐多久？包子肯定没问题了，我就不帮你了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藏书阁失火一事疑点众多，甚是蹊跷。莫非？宁香，你马上去尚艺馆调查一下。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，就地销毁。是。这里全是竹简古籍，怎么会出现写有关于名字的纸条呢？难道和唐婉有关？